郑道长，哎，今天这事儿怎么解决啊？几位大哥，其实我师傅昨天就已经把银子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只不过晚上突然不翼而飞了。我听你在瞎掰，天没翅膀怎么飞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再不解决，我就把你这里给砸了。快，快把火把这里给烧了！烧了，砸了！好，二娘，还真是没出息啊！这么大的人还花女人的钱。别这么说，还好有二娘替他付钱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的钱就泡汤了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。都已经几岁了，还这么不会想？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，难道你就不会为自己打算吗？哎，师父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打算，你也要替二娘想一想嘛。大人的事，小孩插什么嘴？哎，师父，我这个叫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哎，这男人该负责任就是要负责任嘛。再说你自己啊，也不去撒泡尿照照看，你凭什么配得上二娘？是不是？我。二婶。师傅，都准备好了，你看看。道长，可以开始了吧？哎，那当然。阿善啊，开坛。师傅。哎，为师讲过多少次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偷摸摸，有什么话直说，鬼鬼祟祟像话吗？哦，师傅，小李子还没来。你还真老实。今半夜不睡觉，装什么僵尸出来吓人啊？我是僵尸，你也是僵尸，啊！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郑道长叫你来顶替我的。我告诉你哦，这笔生意是我的，你别想来跟我分这杯羹。警告你，最好赶快走吧。哇！干什么？说你几句你就不高兴了？我告诉你哦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动手扁你！哎你敢偷袭我？好啊，老子今天不教训你，就不叫小李子。哎，出什么拳？来呀，出什么拳呢？给，哦，还躲？给，你还跑？哎，给！时已到，怕死的赶快躲起来！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师傅，你不是说怕死的躲起来吗？这个小李子嘛。啊，对，好，吓死我了，我差点忘记了。师傅，我们可以准备开坛喽！开坛！哦。师傅，该我上场喽！你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干嘛去鬼屋了？现在才来啊！
哎呀，不要再看了，哎，大老爷已经等很久了，快准备开始了哦。没有，哎呦啊，你也太急了一点吧。师傅，可以开始喽。铃铃铃铃铃啊！有请冰淇淋，有请蔡依林。喂，刘嘉玲，最棒关子林，太上皇君听我令，要么快快吹茶进啊！嘿，看我的降魔十八剑！哎呀，屠魔、刺魔、杀魔、海偷魔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忍着点啊，刀魔剑！哎呀，星云淡风轻，树高成林，飞临即惊。师傅啊，哦，中秋月饼，秦仲礼轻，师傅念经，甲乙丙丁。师傅，我对的怎么样？哎，大师兄啊，我看你是很恶心呢。哎，师傅，你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树林有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不干净，看我干嘛？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不会啊，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啊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大师兄，你不懂啦，正所谓风云欲来山满楼，我还兔子不吃窝边草嘞。不是，哎，好了，啊，再赶几天路，把小叮当送到交差，我们就功德圆满了。哦，时机不好，人凶鬼恶，小心点准没错。哦，走，等一下，嗯，师傅，怎么了？来了，来了。嗯，三魂出窍，七魄抬头，生人回避。停！啊，我以为是谁呀，啊？原来是师兄您呐，好久不见呐！是，听说您呐最近发大财。哎，提起这个，湖南西瓜村就200多具尸体呀，啊，您一个人，哎，哎呦，哪像我？带了一堆又脏又臭的烂货，价钱又低，十两都不到，跟你比起来啊，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！这位是丢死人了，哦，这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。哦，你常常提起的最没有出息的师弟啊！哎，哦，没出息师叔，哎，久仰久仰啊！没大没小，师傅你好棒啊！哎，干嘛啊？哎，打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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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打到了！怎么腿？大师兄，阿善，小叮当呢？我抱着，啊，我可交给他了。我刚刚，哎呀，站不住了！快停止呼吸！
油啊，面子问题啊！加油，师傅加油啊，面子问题。停！你耍阴的啊！哎，师傅，僵尸本来就是阴的。让开！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？应该是保安队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嘛！哎呦，你不要唠叨了啦，师傅留在这儿有他的道理啦。好，那你说躲在这里有什么道理啊？如果我知道，我就是师傅了。哎，这个拿到外面去贴一贴，免得大长枪师进来。哎，为什么要我啊？我给你机会啊，赶快去了。去。我跟你讲啊，要贴好啊。好了，贴多一点啊。小翠，小翠。